轮胎公园到现在为止一共有50年了，都是用废旧的轮胎做的这么一个公园，小朋友可以玩攀爬，特别好的一个公园。我们家孩子去了以后，我们玩了一整天，真的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的玩。强烈推荐这个公园，在大田区杂社车站，交通也非常方便。如果是住在神奈川区域的妈妈们，可以带孩子来玩一下。嘿，笑一个。